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变大声，人在思念，今生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英雄，阿边着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连接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永远是和董树林定请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是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到四点，由阮由小弟阿宏神棍，甲咱网友共同啊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继续阿宏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呐。来，那么这则新闻吼，大家吼爱看、爱听，安怎讲？咱这个所谓地瓜吼，地瓜本土话讲叫做番薯啦，吼番薯。那么伊会当排毒，佫会当防癌哦，哦，这是真好。而且，这个要讲，嘛毋是水果，嘛毋是蔬菜，正当。这边哪讲？那么听讲，这个番薯、地瓜，那是过了这个中午，哦，过了这个中午下昼啊，讲袂使食，干嘛呢？那么这句话是倒一下传来，到底
是会使食，过下晡下昼会使食，也是袂使食。来，咱来甲看内容吼。这是花莲健康网，吼、哦，台北报道的吼。这个番薯地瓜养生的这个风潮正真流行啊，但是坊间流传过道都袂使食这个地瓜番薯，的这个讲法，认为讲番薯地瓜只会当伫个早起时啊来食，下晡或者是讲暗时啊，那是食会增加这个胃肠代谢的这个负担安尼啦。不过营养师伫个表示啦，这个地瓜番薯伊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真丰富，比一位东方伊的这个乳酸菌有通便、减重，甚至有防癌的这个作用。只要平衡摄取，未超过，并且无食用时间的这个问题啦。那么在营养师的这个看法，就是讲，食这个番薯无这个时间性的这个约束。那么阿宏所知影，较早我做囡仔好了后，番薯了什么时阵嘛拢会当食哩。啊，奇怪，最近奈有人咧讲什么过道都袂使食番薯、地瓜，这我嘛唔知哩。所以即马咱即则新闻内容，咱来个了解看卖啊。食地瓜番薯看时间，中西医医学的这个看法无同款。那么咱来讲，要是阿方认为讲中医有诶该改，咱都爱改，袂使以过去所错误诶延续落来。阿方诶认为啦，所谓过午袂使食地瓜番薯，是以传统伊诶即个脉络循环为基础，认为讲早时啊五点到七点，即算饱时啊，五点七点即算饱时，吼、哦。那么由大肠经主管运行，是排便啊甲代谢最佳诶即个时机，若是要保健。这个肠道健康，啊，甲促进体内的这个排毒，应该伫个这个时阵啊来食地瓜番薯。那么上界慢袂使超过中午十二点，这是较早中医的这个理论，但是应该无什么，甲即阵啊吼，已经无什么根据啊。阿宏拄仔有讲啊，我细汉都无讲的时阵安尼啊，食番薯都爱早时啊，过道都袂使食番薯。但是过道我知影袂使食啥，要暗嘛都袂使食即个红红菜，红红菜，红红菜过去伫咧讲的讲。是种伫啊，种伫个废地个边啊，就对个。哦，这是传说啦。啊，其实有影无？嘛无影，无影无是食。但即马暗时啊，大家嘛拢咧食红红菜，哦，对不对啦？是毋是安尼先？啊，迄度也无要紧。这就是较早算迷信啊，这算迷信吼。所以嘛，才讲有一挂迷信呢，咱爱甲破除。吼、哦，真真正正有诶，咱就爱甲保留。哦，伊讲哦，这个时阵若是食番薯，哦，上界晚袂使超过中午，因为咱人体伊的这肠啊、肠胃代谢功能，伫中午过去了后，就慢慢慢慢来变弱，所以搁再食番薯、地瓜。
恐惊会伤身体，无啦，哪有啦？咱大家汉族食到遐久啊，嘛是拢伫个下晡时啊、暗时啊咧食啊，对不对啦？那么对这个台北市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一般内科资深的这个营养师洪乐波表示啊，站在营养学的这个立场，番薯、地瓜同款是米甲饭。若讲这个米甲饭，我就要相信。较早的时阵安尼，迄阵啊番薯是有够俗的，因为安怎讲，番薯上界好保证，上界好收成，就是番薯。番薯会使讲免啥物肥料啊，种落去都哇，都酸甜啊。所以较早无钱的人是食番薯啊，善良人因为家己种的啊，啊好野人拢是伫都市的，所以伊无咧种作，啊拢食啥？拢食饭、食米，对不对啦？啊，若是较早善良人啊无钱，吼，番薯汤内面啊掺几粒啊米，哇，迄是怎样啊？算讲真好啊，就对了。要那较早有钱人，食米食糜，煮一个番薯掺一个番薯落去，哇，番薯糜袂歹，好食，对不对？那么番薯较早大家所知影，对身体拢真好。那么有一个故事，咱毋知知影无？一般拢知影较侪啦。较早的时阵，安尼一个阿母啊，苦读情人囝，互情人囝拢食番薯哩，番薯粗俗哩，蚵仔贵哩，高级啊。啊，所以伊家己买互家己的这个亲生囝，是互伊食蚵仔，较贵啊。较松啊，吼、哦，迄松蚵啊，好食个。但是番薯俗啦，所以伊互一人囝是食番薯哩。啊，结果的时阵啊，情人囝是蹦蹦大，因为番薯对胃肠道消化真好啊。那但是蚵啊，食了后，对胃肠道毋是遐尼啊好，所以伊家己亲生的是袂啥会大，啊情人囝是蹦蹦大，所以有即个故事啊，互咱表示讲了解，食番薯比食蚵仔搁较好，对毋对啦？来，咱搁倒转来。主题吼，伊讲的时阵安尼啊，番薯亲像米饭同款啊，是四季拢会使食的这个好食物的。只要平衡摄取到，安尼就会使帮助人体启动健康，因此无虾米过头袂使食番薯、地瓜即种的即个讲法啦。但是若是有民众有所顾忌啦，啊，就你若要迷信哦，啊，你就若是有所顾忌，吼，嘛会当参考啦，吼，因为即摆番薯毋是做主食的，对毋对啦？即摆主食有诶吼，嘛无食饭呢，有诶主食嘛是食迄面包呢、面包呢，吼、哦、对毋对啦？所以时代无同啦，吼、哦，台湾是
自由的这个社会啦，你爱安怎你就安怎。食的政府官员嘛无咧甲你讲，你就爱安怎食啦。较另外讲，啊，阮管了伤过侪，吼、哦。那么这个番薯地瓜会使讲真流行啊，尤其是即马番薯有够好食，因为安怎讲有改良。我去买这个番薯吼，为什么咧？几盒啊？迄啊，就是改良的。吼、哦，迄有白吼，安尼圆滚滚的迄吼，迄真正，迄有够甜的，有够松，有够好食。啊、所以有的白甲红的哦，有另外一种的这个看法啦。但是哦，我认为讲呐，番薯就好啊啦。哦，番薯就好啊。所以的时阵啊，番薯会当抗炎、防癌、排毒，拢总包了。番薯地瓜属于根茎类的这个植物，外观。看的无虾米吓，经适当，而且个落去煮了后，确实香甜可口。无论是番薯地瓜、地瓜糜啦，吼、哦，也是讲番薯甜汤，也是番薯球，就是啥？烤番薯的啦，迄就是番薯球。也是讲煎番薯、煎地瓜条，吼、哦，有诶，亲像迄啥物啊，迄麦当劳迄啊，迄有诶都用过番薯哦，吼、哦，那是欠费诶时阵，伊就用番薯啊；欠迄个马铃薯诶时阵吼，伊、哦、就用番薯。迄就是讲番薯卵啊。风味千万千变万化。那么你最近几年，这个番薯地瓜突然间药性个超级养生，最主要这个原因，啊，个是伊有丰富的这个营养价值。那么红绿铺营养师表示，番薯地瓜含有蛋白质、淀粉。维生素、钾、维他命 A、C、B、B1 哦 B2 不是 B1 B2， 以及到矿物质 T、钙、钙质的吼等营养素，以及到植化素，不是干那会当提升免疫能力，还佫会当抗发炎。啊，佫会当改善皮肤的这个干燥，预防头毛的这个脆弱，哦，会断啊吼。那么保护视力，预防大肠癌，啊，佮动脉血管的这个硬化。伊如果番薯地瓜会当落去吹啊来食，部分的这个淀粉。会发生变化。色的这个番薯地瓜比青的这个番薯大概要增加40%，膳食伊的这个纤维。食落去腹肚内面，唔是干那会当增加饱足感，而且还佫会当刺激到这个肠胃道的这个蠕动。促进到排便，临床发觉，这个番薯地瓜，伊的这个纤维确确实实有助改善这个大口啊个便秘的，而且伊的这个成分内面有真侪多糖、加盐、黏蛋白物质，会用个预防胃溃疡。保护到这个黏膜，那么若是要吃一寡这个蔬菜植物啊，
那么食这个番薯吼，上好卖下皮。即马阿红吼，食这个番薯吼，拢无下皮。皮若安尼好好完整诶，我就拢无下皮。啊，当然啦，有一挂番薯有诶吼，小可有臭空啦，啊是乌皮即啦，哦，即我拢小可甲下一个安尼。啊，剩诶好好诶，即个皮。我就拢甲剁剁个，啊、哦，因为番薯吼真少咧用切，番薯吼你若要落去煮啦，拢用个迄刀啊吼，啊甲剁掰开，啊就一块，剁掰开啊就一块，用这种方法。那么较早细汉啊，阮是大人煮番薯，就是拢安尼啊，唔捌咧吼下下吼啊用安尼啊用刀咧切无啦。用刀剁一下，吼、哦，啊，掰开，啊，伊个就会裂，吼、哦，伊番薯会裂，啊，就一块，裂大块，大块，裂小块，小块，安尼，拢是安尼是。那么，比一个来讲，番薯、地瓜，诶，这个皮。维生素 C， 啊，甲生物类黄酮含量有真高，超过高肉的这个倍数。因此，伊的这个番薯、地瓜尽量带皮啊来吃。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讲，这个饮食都要平均啊。哦，这是维持健康的这个根本之道。那么，好的这个物件吃过量，嘛是伤身体的。因此，建议民众摄取番薯的时阵、地瓜的时阵，哦，吃番薯、地瓜的时阵，应该要搭配。得宜啊，哦，就是平均啊来吃，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应该爱注意伊的这个量，的这个摄取，袂使食伤多，因为哪讲？因为番薯是淀粉，淀粉的时阵，那咧糖分真高，所以爱注意吼、哦。那么，离部分的这个民众吃番薯了后，有当时啊，吼，腹肚会胀胀、放屁的这个现象，主要是成分内面伊的这个气化酶以及到纤维导致个这种的这个情形啦。所以建议若要吃番薯，是用个吹啦，用个吹，吼、哦。那么当然啦、啊，吹好熄了后，会破坏到气化酶。的这个结果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这个产生，预防胀气。以上今日的这个养生食物，咱就讲这个番薯啦吼，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啊。好嘞，到这就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来，好，这首真少播送了吼，最后的一封批，共同欣赏，再见，拜拜。着一方野原故乡，爱恁的背身，还是要来甲我暂当情事，最后一方的背身，这呢无情，这呢无恨。
全无好代念，你咱过去彼段绵绵旧情，怎样随时反面，找着心爱的人。煞真花心，一遍又一遍。伊讲相亲阿伯爸半无奈，已经甲人订婚宴。祝我快乐，祝我幸福。最后祝我事业成功，得到美满婚姻，一念违背良心，何必假有情。情泪滴落桌顶，伤心来回心，含着满腹心酸，慢慢写起最后一封离别信。再会爱情，再会爱情。从今以后，无论海水的大石头的烂，甘愿苦苦一生，不愿淡爱情。